你是怎么怀疑到我的？你的手臂被蜜蜂蛰伤，很普遍，但是不会红斑一片。是蜜蜂身上的花粉引起了过敏。马鞭草。 在连城可不是常见的植物了，你这是典型的马鞭草过敏的症状。林海在被割腕前就已经昏迷了，我原本以为是昏迷，其实是深度催眠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。 他家里会有播放了一半的轻音乐。情绪控制障碍的人多半有睡眠障碍，加上童小千的死，林海更加情绪不能控制的睡不着。于是你去到他的家里面，给他做心理治疗。他控制不住。 自己的情绪，他需要安慰。这正合了你的意。你了解到，那天车祸的司机是徐茂。于是，你的手非常的快，你调换了针药包，调换了针管。你好聪明啊，因为。 怎么查，都查不到你的身上。要查，也只会查到童小倩的身上。你为什么要杀童小倩？原来以为你醒来之后不会说出什么。 一场车祸把你从一个傻子变成了一个天才，你知道的太多。这个是肾上腺素，你很快就会窒息了。这个剂量。 你不会难受太久的。3个月以前。 我到平时常去的一家酒吧去喝酒，在那儿。 我就把他们全都杀了。
不说话是吧？都不说话，我说。真没想到，凶手居然是周医生，简直就是衣冠禽兽啊！我居然让这样的人待在你身边这么多年。哎，你当时是怎么怀疑到周医生有嫌疑的？过滤嘴啊。过滤嘴，他没有查出 DNA 啊。那是个死结呀。周医生掏手帕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的口袋里面有一个烟嘴形状的东西。当时我就正好想到，要是用烟嘴吸烟的话，就不会留下 DNA 了。再加上马鞭草、轻音乐、催眠，我基本可以确定凶手就是周医生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你不怕他对你下手啊？我就是要他对我下手啊！那天在海边没有人，我说出基本所有的推论，再加上谎报了车牌，只要周医生心虚，他就会对我下手了。哦，你把自己当成诱饵了？哼！同志们，这次破案全凭我们的唐侦探啊，苏唐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那就是说风就是雨，捕风捉影，干得好！头，都说了别让你乱用四个字，丢人。哎，说个成语怎么了？大家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是赏罚分明的。鉴于苏唐这次遇到的危险，不再重蹈覆辙，我委派我司最年轻、最有为的魏缺魏警官啊，于今日对他进行全方位的保护。头儿，你想骗人唐侦探多帮你办几个案子，你直说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再说了，我后边还有好多大案子要办呢，对吧？扫厕所还是当保镖，任选一个。保镖。好，咱们再以热烈的掌声对唐侦探表示真诚的感谢。我这个干嘛？这是玫瑰花，头让我送去。谢啦。对了，这是你的吧？看你这么爱惜这个宝贝，谁送你的？周医生。哎，你说周医生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这个童小倩，她也是。处心积虑的想摆脱林医生的掌控，费尽心思的想敲诈周医生一笔远走高飞，哼，谅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周医生才是最大的大怪兽。对。我明白了，是有人对魔方做了手脚，在里面装了机关释放毒气，当魔方归位，机关开启。车上有人中毒，魔方是周医生送给我的，可是毒气的事儿他并不知情，到底是谁呢？有人换了我的魔方。一个真言是周医生注射的，另一个针眼是……我记得那天坐在椅子上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分明有人给我注射了解药。他是谁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周医生真的是死于非命吗？我上那辆车真的是阴差阳错？苏唐。
我取回来了，各项指标都正常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对了，你胳膊上的淤青好了吗？要是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好，我们要去医院看看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们庆祝一下。嗯，吃海鲜。好啊。喂。你是谁？别着急，我就在你身边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这可是重要证物，未经允许不能观看。他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可是我接到一个重要的电话，说……哎，你帮我们多破几个案子，头自然而然就会让你看了。哎，小李。来吧，为15年后的重逢，干杯吧！干杯！干杯！多喝点啊！我12岁出道，没上过几天学，小学那几年几个亲戚轮流带我，总是转校，也没认识几个同学。到现在，我最熟悉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你们，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。但是我想，那时候的友谊才是最珍贵的，对吗？当然了。对啊。能跟班里做同学是我的荣幸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谁还没那个福分呢。哎，哎呀，同学之间不讲身份地位。对了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，我的抑郁症已经康复了，等餐厅走上正轨，我就准备全面复出了。太好了，班里。我早就做好为你贡献票房的准备了。来吧，包场，干杯！包场，包场，包场，到处都包场，干！你真的痊愈了，所以你才把这个东西留在我店里。哎，曼迪，你为什么要把餐厅取名为《伊索寓言》呢？为了真善美啊。伊索寓言的意义就在于此，他告诫人们，作恶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可是据我所知，15年前有个厨神就叫伊索。15年前的事我早就忘了。
喂，走吧。Mandy， 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。苏涛，咱们走吧。嗯。哎，我来。阿张，你就那么讨厌我？今天咱们借着这个酒劲儿，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谁也别走。走啊，阿张。哎，他一老爷们儿没事儿，走了。真麻烦，想说什么呀？奶茶干了。干几杯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真心话？哎，阿詹刚才说那个厨神到底谁呀？这里的孩子非常非常可爱，我每周都会花点时间到这里来给大家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你这个伪君子，我今天就要揭露你的真面目，我要揭露真相。他简直就是个变态，麦黛还那么小，今年才六岁，他居然对麦黛干出这么恶心的事，他还是个人吗？他就是个畜生，禽兽不如。滚！我还没有说他干的，滚出去！滚！滚！赶紧滚出去！我没有。从那以后，厨神就有如过街老鼠，消失在了小镇上，而 Mandy 也因为此事大受影响，离开了。没想到这 Mandy 还有这么不幸的童年，真是值得同情啊。人言可畏，可以杀死人。